我是你们大学爱情舰长，专门解救你们这些晕船仔。不要不承认，下面这些症状你一定也有过。第一，你才刚在女生的文章底下留言，就期待她会马上回复你，结果重新整理了一整天，什么也没等到嘛。第二，你看到女生加你为挚友，你就觉得你们两个有机会。他叫挚友。你看他按了你一个爱心，爽到受不了了。同学，你已经晕船了，赶快跟舰长上岸吧。什么晕船？我没有晕船，我不要那个。其实人家根本只是不小心按到，又不好意思取消而已。那挚友也是多到数不清，好吗？而晕船仔在和女生传讯息的时候，也特别容易发生以下的症状：你传了一整排讯息给女生，也不见对方的回复，结果看到讯息正在输入中。你就突然有了动力，他只不过是传给你一个官腔的微笑，你就觉得自己是幽默大师。最夸张的是，他跟你说了一句晚安，你就觉得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。晕到不行啊，同学，快上岸吧！其实他早就有喜欢的人啦。因为爱值得等待，在你心中的宝藏男孩，他一定会出现，做你一生的伴，然后你会明白，一切都是因为爱。哎，怎么了吗？哦，没有啦。之前系上有一个男同学一直传讯息给我，我想说打发他一下，不然他一直传。我还以为是我唱的不好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学长你唱非常好听。谢谢谢谢。最后这个我最喜欢，对方根本就不喜欢你，还自愿当个工具人，堪称晕中霸主。哎，你是？哦。嗨，好巧。你怎么在这啊？就刚好经过。那拜拜，我先去搭车。我刚好多戴一顶安全帽，顺便载你。不用啦，我自己搭公车去就可以了。搭公车要花钱，我载也不用钱啊。走路还会流汗。哦。顺路啦。好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出发了，好，那你可以抓我。我抓好了。好好好，那走了。谢谢，学长。Hello， 哎，那他是谁啊？就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。不重要啦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去吃饭吧。居然还穿情侣装。同学，你现在不上岸吗？是吗？真的错。他刚刚都让我载了，代表我有机会吧？一个对我没有意思的女生怎么会让我载呢？对不对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学府。我的新歌《宝藏男孩》已经在7月20号数位发行喽，还有 MV 都可以请大家上线上帮我们多多支持。也别忘了每周二晚上的8点，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大学 OK 啦！谢谢大家。